观众朋友晚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九四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赶快看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今天的大盘哇，整体是绿油油的情形哦。看到这个不只是 AI 族群沦为重灾区，跌得很深之外，包括了电金船全部都泄气了。整的可以说是有人用全盘通杀这个形容词来讲，因为盘中重挫了260点，但最后呢，这个跳水重挫之后，中场适时下跌了236点，收在16634，成交量呢来到3480.5亿哦，量能其实比昨天多一点点而已啦。但是这个整个大盘绿油油，很多人今天心情很差，到底该这个盘怎么看？后续又该注意哪些族群？还是我们真的把手全部绑起来？就观望就好了呢，赶快请教我们专家轮元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哎，晶晶好，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午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哦，很多人说哎，这个盘绿油油，真的手绑起来都不要动，还是说其实也有人说今天这个盘其实在杀融资，哎，真的杀得蛮深的耶，怎么看？我想今天整个长黑破季线哈，有没有杀到融资？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杀到融资。那就我们就哈乐观的静观其变，看今天晚上融资是减多少。是，但是我有时候会担心是说会不会减的不够多的原因是说，因为据我所知道是今天盘中应该蛮多的在做一件事情，叫做抢 AI 股的跌升反弹。对，所以你看到整个伟创今天20-30万张的成交量，广达10几万张，大家都在讲广达、积佳、伟创等等这些所谓这些。对这些、AI 股的一个跌升反弹，那、既然很多人在抢这个反弹、那我们就要看说是这个叫做停融资的停损停利卖压比较大于所谓的强反弹的那个情况之下，那融资或许就减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万一这个强反弹的一个融资进去太多的话，那也许可能明天短线就会稍微再增一下。对，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说这个什么季线叫做生命线，今天长黑贯破季线，该不该担心空头来的吗？我想我待会会把我个人看法告诉大家。那其实整个今天的沙盘的重心元凶，其实不用我多讲，大家都知道叫做 AI 概念股。真的是 AI 变成 AI， 或是你要说 AI 变 BI， 我都是没有任何意见、那其实谈到整个 AI 股的一个重挫、最主要原因理由，其实除了说整个营收的什么月减年减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美国的、相关的 AI 概念股，对，昨晚是重挫的。是、你说会打跌4%多，那还好、那超微跌2%，那还好、最主要是美超微昨天跳水，直接一口气跌了23%下去。好，那其实你说看到美国的一些、AI 的股票一个跳水重挫、其实他们也不是只有今天才拉回、我记得我在7月底还是8月初，应该是在7月底，当时7月底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公开的跟大家善意的提醒，我说这不是我所讲的，这个人叫做郭明奇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号在过去几年是被人家号称是什么地表最强的怎样苹果的分析师嘛，对，那从台湾转到整个所谓中国的天风证券去了。那郭明奇先生，曾经在7月底，全市场最嗨，所谓的一个 AI 概念股，全市场都还在疯狂追加 AI 概念股的时候，郭明奇先生，你真的你不相信我所讲，你自己去网络上一定找得到哦。这个曾经反走过必定怎样留下痕迹、一定有。我有转注他的一个他所讲话，告诉跟大家分享过、他说全球的 AI 的股票早就都已经没有创新高了、都已经进入整理了、你说整理完以后要创新高、那以后再说吧、但是他那时候在7月底就告诉你说、全球的 AI 股都没有再创新高的、只剩下台湾的 AI 股还在创新高，还在噗噗噗噗。对，那你从这个角度已经告诉你，其实台湾的 AI 股早就已经在7月底已经过了超涨、超涨过的情况之下、那我相信，其实所以等到整个你今天回过来，你就说，其实你说辉达、早就2-3个礼拜股价没有创新高了，是。甚至我记得这礼拜一好像整个所谓的AI 的概念股不是满血复活涨停板那一天，那一天我不管说，待会你看嘛，在节目中提醒，连续几涨站上卖方，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记得大家都在期待的是，好像是前天8月8号，对，那一天辉达的一个执行长黄仁勋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演说嘛，对不对？再发表一些产品的谈话，那大家都乐观的期待说，辉达的那个执行长黄仁勋这次会不会再讲了一些话？带来 AI 股的旋风，记得当时他在6月份、6、7月讲的话，哇，整个 AI 股狂飙上去，打开光机盖会不会历史再重演？那我记得我们在礼拜
一的八月七号那天，好、AI 股全面涨停板的时候，我们就上一提醒大家，会不会黄仁勋讲完话之后，你反而是短线的利多出尽？出尽，对，叫做利多出尽。结果，好、哦，也许在整个昨天八月九号讲完、你看昨天很多的报章面杂志。很多昨天晚上很多的一些好其他的一些什么财经节目的一些来宾哦，都把那个辉达所讲的那种 AI 伺服器未来的产品还有应用讲的真的好棒好迷人，结果一觉醒来今天全面重挫，对、啊、对，连辉达自己都本身跌下去。好，那现在重点来的 AI 股的今天的全面重挫，你手上的这些股票该怎么操作？另外我相信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谈到所谓的一个好、美债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嘛，有些人不喜欢做美债的，就觉得说做这种债券干嘛，对不对？他喜欢在股票市场里面啊厮杀比较刺激，他觉得说美债的一年的平均的利息大概计配息债的一年的利息大概平均大概3-4%，我来股票市场又冲起来一天就搞不好就10%的，对，我干嘛还在看这些？对，我干嘛在看这些美债 ETF？ 特别是可能是在一些比较属于好、为了做生意收会员的一些同业的一些专家们，他绝对会一直批评美债，好、一直批评美债，说你干嘛赚这个钱？对，你赚这个钱不如把银行摆在定存，你干嘛去买美债 ETF？ 你要买美债的 ETF， 你就不要参加投顾老师，你要就来股票市场厮杀比较快呀，对不对？那也许就是各说各话，没有每个见解。那但是我是其实谈到整个很多人说啊，万一如果那个联准会再继续大幅升息，怎么美债会不会崩盘下去？我想我待会再把我个人看法哈、再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那其实巴菲特买美债也是事实摆在这边。好、那我讲的、你可以去参考。反正我又没有刻意的给你夸张，我把我个人见解，好、或者我个人也在买美债的 ETF， 我跟你讲的白嘛，对不对？好、提供你做参考。另外就是在整个好、消费性的电子产股的部分，好、整鼎 KY 昨天公布财报，好、那市场是解读好、利空的情况下，今天是跳水重挫。虽然盘中也是一度达到跌停，快接近跌停板，但是也留了比较长的下影线。那今台报的重挫，股价今天的一个破底啊，是要该停损卖出吗？该跟着法人，尤其外资搞不好今天会卖，好、该是跟着法人停损卖出呢，还是你可以像我在记得七月底的时候跟你讲的时候，你可以去国巨第二季财报利空出来，当天也是长黑，那个当天也是长黑，对，结果你如果长黑抄底去买，你看这个月 买去碰 AI 股 OIAI 的赔钱，对，你如果那时候索取我跟你送你一个关键报告的，你说我说财报利空出来你去买国巨的，你看你到现在为止你两趟价差24块，对，开心，这个月过还不到一半，甚至你看今天大盘跌200多点，很讨厌，国巨今天又还收红，真的雪崩昨天470块以上卖获利了结掉，有没有机会再拉回到我买？我想说哇，这个美国跳水，台股跌200多点，国巨有没有机会再让我有价差补？结果今天还没有这个价差在，对，那甚至你说真鼎 KY 记得也他也在第一季公布财报利空，当天是跳水重挫，那其实当天呢，我说也在节目当中跟投资人讲，财报利空出来你去买它，你事实证明好像回过来，你一个月之内你就赚了一波的钱起来。那这一次会不会历史再重演？我想我待会在节目当中，好、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第一个谈到整个大盘交易指数这一根长黑下来，其实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就跟投资人讲了，这个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盘了、啊。好、这边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盘，但是我说这个震荡整理完，你不要创新高。很乐观，然后跌下来也像什么小 M 头，或者现在今天这一根长黑下来什么大 M 头，对不对？哦，大 M 头，哦，这个不知道跌到哪边去。我个人看法是没有改变，还是一个区间震荡。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啊、整个既然联准会都还没有暂停升息，甚至都还没开始启动降息循环，我觉得台啊、整个美股或台股这边要说马上已经领先见到长线的高点。走空重挫，我觉得这几率还是比较微乎其微，所以而且现在下来慢慢说，整个大家都在电子股的库存已经调整接近尾声了，至少下半年应该一定会比上半年好一些，明年或许还有机会比今年好一点点。那你说明年到整个明年的下半年或明年底啊，到底整个消费性电子产品有没有机会比今年好，那已经是明年下半年，对，再说吧，至少你在整个今年下半年已经确定是比上半年好一些，那明年的上半年又有所谓的做梦行情嘛，好，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从整个电子业的角度来讲，考不好这篇应该很多的公司公布，其实你会发觉好像最坏情形大概就是在第二季看到的，第二季看到，那第二季的财报再怎么不好，
第一个股价可能事先反应的，第二个第二季的财报利空，如果以台股而言也剩没几天嘛，是，那美国股市可能再多拖个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关心的是八月十三号辉达的一个财报，嗯，哦，但是辉达财报大家都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所谓的一个，哦，AI 的相关概念股的部分。好，那甚至你会发觉去年最烂的最惨的有一个叫做金融股，你会发觉金融股目前所公布的已公布的七月前七月的获利，嗯，其实都较去年成长的。我想在去年底大家今年初大家一致看坏金融股的时候，嗯，你有想到今年的金融股的获利较去年竟然成长幅度那么大吗？因为去年真的蛮惨，对不对？你有想到吗？你没有想到，我相信大多数专家没有想到，可能也没想到，因为大多数专家这样，我们坦白了，都只看到眼前今天的涨与跌，都只针对今天的一个新闻的力度或利空给你做解读。跟你说金融股的一个部分，你也知道我是在去年底今年初，只有我们老师我已经领先上告诉你了，是我当时会跟你在一月份讲这个时候，你去看一月十一号那一天的报纸，嗯，哦，那个前后附近一月十号十一十二号一定刚才看得到国泰金十二月份单月亏100多亿，是，哦，因为那一个月亏100多亿，哦，对对，大家看得那么康的时候，大家说今年一定低配息，请你不要再买金融股存股了，嗯，但是当大家那么看空金融股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看今年获利谷底弹升，对，获利要上来了，嗯，对，你有没有办法在利空满天飞的时候，在股票景气谷底产业基本面在相对谷底股价在相对低档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景气相对谷底伴随的是一定是股价在相对低档，是，那你也知道在股票市场长期以来底部进场最后不赢也难，或许我再跟你讲完，嗯，他可能还要再打底一段时间，但是事后证明，我跟你讲，对不对？有没有涨3到5成？有没有？真的，对不对？你现在回过来一看，国泰金有没有超过30%的涨幅？真的有啊，而且今天还红。而且重点是，对啊，你除了今天，你看今天大盘跌200多点，跟五二五关。我说有时候跟投资者讲说，你在追逐所谓名牌标股，从所谓的一个什么军工、碳权，对不对？追到整个最近的 AI， 对不对？也许你曾经在这些的热门族群里面，所谓主流股里面赚了一些钱。嗯，但是你会发觉你的财富是有一点叫做那个坐云霄飞车一样暴起暴落，哦，去追这些所谓的名牌标股，也许，哦，就像你四月份追军工，对不对？那可能怎样，哦，五月份去追碳权你赚了一些钱，哦，然后六七月尤其上个月去追 AI 股，我相信你可能赚到钱，你敢追会赚到，短期间会赚到钱，但你赚到钱你有赚不跑，你看这个八月份你回过来看军工，只要有赚不跑的或追高的全部套牢，嗯，对，我管你是哪一档军工你套牢，对不对？碳权概念股你看八月七号，嗯，对不对？八月七号这礼拜才发生的事情啊，啊不是碳交所成立了，成立，对啊，成立了，你去看今天华指多少钱，你看今天龙鼎多少钱，光最近这一个多礼拜跌了20几%啊，从32块多龙那个华指已经跌到26块多了，对啊，不是挂牌的，我记得我之前跟投资人讲是挂牌一定是利多出尽，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还特别问了一下，挂牌一定是利多出尽。是，那你说以后挂牌碳权交易以后商机怎么样的无限大？那，啊，以后再说嘛。对，而且第一步的认证跟盘整还没做好，哦，对，你至少这一波的一个挂牌利多出尽，嗯，如果你之前追高有赚不跑的，嗯嗯，我相信今天以26块多的华指，可以说是你只要过去这3个月啊有赚不跑，你全部套牢的，嗯，对不对？然后到整个所谓的 AI 族群，我说你是希望你的财富是暴起大多吗？有如过路财神嘛？你要在股票市场当一个过路财神嘛？什么叫过路财神？你的财富就是过去就没了，过眼云烟啊，沾一下而已。对啊，曾经赚过钱，短暂的拥有。对，曾经赚过钱，短暂的赚到钱，但是最后没赚到钱。是，对你到今天为止，你赚了多少钱？我说真的，你到今天为止呢，你国泰金不卖，你还是赚30几%。嗯哼，啊，有需要每天在那边追逐名牌标股吗？有需要每天在那边做的心惊胆跳吗？有需要每天晚上还要半夜起来上厕所，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吗？睡得这么不安心吗？你不觉得你第一档如果买的国泰金，你 是一觉天亮，嗯，到天亮安安心心？你有觉得今天跌200多点，哈，我的股票今天要重挫跌停板的，嗯，你要是探到哪一刀心在在，对，对不对？甚至你说这个月你买国巨也是一样。好，嗯，那题外话，我回过来，我对大盘刚才讲完，嗯，目前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盘呢，啊，区间震荡哈，哦，嗯，这个那你先看今天晚上美国的 CPI， 好，哦，是否符合市场预期？大概市场估是3到3.3%左右，嗯，那如果不如预期，那可能短线就有机会直接来测，哦，半年线附近。但是如果万一低于市场预期，或许短线
明天明天或下礼拜就没什么跌档，直接做反弹也可以。但是我是觉得这边震荡整理，好，特别注意是财报，好，八月中前后附近应该是短线的一个低档，好，八月中前后附近至少应该是短线的相对低档。好，我先跟你讲在前面哦，八月中台股的财报都要公布完嘛，前后附近应该是短线的相对低档。那今天已经八月十号啦，那我就看八月中前后，按照过去这几年，至少是短线低档。你如果八月中前后至少是短线低档，是吗？好，那我最近可能看到短线低点，那我先反弹嘛。啊，反弹如果碰到压力区，或者说整个产业的基本面还没有明显的上来，那我可能反弹完之后，我再继续盘嘛，我再继续整理嘛。啊，如果上来有什么利多，也许就直接整理完毕上去，也是可以啊。好，但是你记住我跟你讲这句话，八月中前后，往往可能是台股短线的相对低点。好，如果八月中以前有些股市先下来反映财报利空，那反而在八月中前后财报利空出尽，反而是一个短线的低点。所以你不要之前这边追高，今天长 A 下来或是短线，万一不管有低无低，你反而再去杀低，又杀在短线的相对低档。好，那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好，那再来谈到整个债券一个部分，我想其实之前这几天讲很多的，你就看过去。如果你是今天才第一次看我节目的，你自己去看看，不看完，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你可以自己在社区下打电话进来问我。你有任何疑问的，你再打电话进来问我，因为毕竟节目的时间很有限，而且这些观念理念，我们或者操作建议，我们已经讲很多天了。好，我这里就不多讲。那我今天再给你做一个补充的动作是说，因为我说刚节目一开始，当然我不是在批评其他同业的专家，我是觉得说看到其他专家讲这些话，我怕有些误导了一些投资朋友，所以我把我个人的看法也提供给你参考。因为其他的专家昨天有可能在某些的一个财经节目里面，他讲说，如果万一联准会在大幅升息，那你买美债 ETF， 你会什么赚利息赔价差，会很惨。但是我们就回过来是说，那联准会在大幅升息的几率，你觉得高还低？对啊，有多少？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很简单。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已知，这个我今天讲这个东西都不是我自己掰的。我相信在整个报章、媒体、杂志、网络上的新闻，你都找得到。这是美国的，因为我比较懒啊，有时候少写字。美国的中小银行，中小银行现在不是在动荡不安吗？是啊，是啊。对，看起来大家都快要出事的问题。再来，美国的人民的卡债，现在是在创新高哦。是。那你知道卡债的创新高，其实我不用多讲，你就知道，那这代表可能未来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会怎样？会变差哦。对不对？那如果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变差，经济会不会影响到经济？你不要说跟你不要说哦，这个跟银行，这个跟电子股完全没关系哦，只是或者跟什么消费性电子产品有关。我 AI 无敌，无限强 ，AI 是天下无敌，宇宙无敌。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景气下去呀、啊，你 AI 你也撑不住了，连企业也会缩紧缩。对，好、哦，那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都已经在创新高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如果联准会再大幅升息，会发生什么事？除非他不管美国人的死活，撑得住6%、7%、8%、甚至10%的美国的利率吗？那、你不要说时空背景，几十年前曾经来到几%，时空背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此一时彼，彼一时也，整个大环境不一样。对，那你觉得美国如果联储会在大幅升息，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呐、那你就很简单，昨天跟你讲过，你去看看2000年跟2007年，来到5-6%之后就出事了。来到5-6%最后就出事了。现在有5.75%了。现在是5.25%到5.5%。那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就已经告诉大家，其实美国如果你认同，你看你认不认同我讲的嘛、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你不要说完全去听我讲的或是听别人讲的。我觉得我做节目有时候是投资，你要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的一个能力。你会自己懂得思考，你就在股票市场不会空难堪、人家牵着你鼻子你就走，那你就很容易在股票上追高杀低赔钱嘛，你可以自己去判断。那如果美债的一个卡债已经在创新高了，是不是联准会要在大幅升息的几率已经越来越低了？何况现在通膨已经不是像去年的动不动8%、9%的通膨了，现在就算这个月今天晚上公布3%多，也已经是3%多。3%多虽然离美国的联邦的一个2%的一个通膨2%的目标还有一段空间。但是至少3%跟2%比较接近嘛，3%至少不比去年的8%了吧？对啊，所以其实讲了这么多，联准会要再大幅升息的几率
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嗯哼，哦，如果再大幅升息下去，我就跟你讲，你就已经注定了。不要说未来这几年了，啊，这个我没有改啊，嘿嘿，已经注定明后年了。这个我时间就跟你讲，不要你说未来这几年好像很久，我跟你讲，明后年哦，明后年就准备的了。哦，明后年你看会不会股债出现出阳变色，嗯？快的话明年下半年了，啊，嗯哦，快的话明年下半年了，啊。慢的话后年了，啊，2025年了，啊，反正你就看联准会撑到什么时候降息啊，你就什么时候出洋变色，嗯。好，所以你虽然回过来谈米债，如果你觉得说联准会在大幅升息的几率可能是比较低，嗯，那是代表一直跟你讲债券再跌空间有限。你看，就算这里上个礼拜碰到那个美债被降平打下去，啊，现在是又几乎要涨回来的，嗯，打下去是又几乎要涨回来的，对不 对， 对？那你现在买美债的 ETF 更好，你就先每季赚股赚配息的，嗯，每季都是配息，一年大概3-4%。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要赚每季三到那个每季配息，一年赚3-4%，我坦白讲，不用这边跟你分析了，我也不用这边给你推荐了。啊，我如果每一年只是赚那个3-4%，讲白点，我也不用定存到期，我自己也去加码买美债的 ETF 嘛。嗯，其实就很简单了，拼呐，明年有没有机会降息嘛？其实我就很简单，你下去买美债的原因，美债的 ETF， 除了每一季赚息，啊，这个哈，哦，你一年的利息大概就3-4%了，嗯，啊，一年3-4%，你银行定存可以摆2年以上，是你一年定存两年以上哈，哦，这边一年就可以赚你2年的银行定存利息了，嗯嗯，但是我们回过来就是很简单嘛，你就先决条件，你要不要买美债 ETF 的投资朋友们，你就自己先想，第一个，联准会在大幅升息的几率高不高？嗯，第一。代表债券再跌的空间有限。第二个，你要不要赌？要不要跟他拼？联准会，我早晚赌你降息。嗯哼，我赌你早晚降息下去。那你说5年10年，对，我觉得这几率不大。我说真的那么多年，你每年赚这个利息啊，你都比摆在银行定存划得来。而且哦，目前是5%多哦。嗯，这是5%多，你知道前几年降到多少？哎，0.5%过哎。嗯，对不对？而且不是一次哎，两次降到0.5%哎。重点是每降息1%可以涨10几%，那你现在如果5%多是不是就有降息空间？如果你说这一波的升息只是像那个什么新冠肺炎之前升到2%多，那你也许没有空间，你光2%多降息你也赚不到多少钱，起码5%哎，5%多，5.25%哎，降1%是赚涨10几%。那你说这10几%怎么算来的？这个我自己的之前节目中有讲过，这边就不多讲。其实这个都有公式可以算。嗯，我说你5%啦，我可以降到3%就好了。你这边从5%降到3%啦，2%多就30几了啦。是，对不对啊？不要加配息啊。啊，如果降到2%嘞，这边就50几%了。你自己17就乘以3嘛。好，嗯哦，这个话我点到为止就不多讲了。好，哦，毕竟我们今天投资还是比较关心，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如果之前国泰金这一波有没有赚到，投资朋友们？嗯，下一档国泰金 DL 我就跟他就是美债的 ETF 啊，嗯，你现在买美债 ETF 啊，你大概就是类似在这边买国泰金啊，信不信由你啊，哦，你现在买美债的 ETF 就好像类似去年底今年初在这边买国泰金啊，啊，事后有没有让你大赚一波嘛，嗯，哦，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嘛。好，再接下来我们谈那个所谓的一个，嗯，哦，所谓的一个 AI 的部分，我想在7月21日就提醒你，超涨的 AI 只剩短多行情，嗯，还有中长期套牢者，哦，就好像第三半导体的这个，过去就讲过一样，嗯，哦，7月底那天还跟你讲 AI 概念股只剩短线剧烈震荡价差，还有未来的中长期套牢者，哦，啊，你看回过来创意啊，哦，已经12天了，跌掉快40%，哎，股票被腰斩，好可怕，热门股哎，明星股哎，啊，创意哎，哇，这个一反转下来几天。几天，12天呢，哦，不到3个礼拜时间，你如果你买到1000万，你剩下多少？剩下600万的。啊，你用融资的毕业追缴，哎，欸，融资今天刚好被追缴到。对，如果你买到最高点，你直接毕业追缴，嗯，对不对？那你看看哦，这个如果万一再跌，哦，你看连创业已经破半年线了，所以你不要，我不是一直跟你讲过老人与狗的故事，你不要不信邪。真的真的。对啊，怎么可能会跌到季线？怎么可能跌到半年线？会跌到年线这么远？你现在已经今天创业已经破半年线了，你知道从2000，有没有看到这边2000到今天11250，这已经快腰斩了呢，财富快缩水一半呢，几天时间而已。你看之前几个月赚到的人，我恭喜你。但是你有获利了结，落袋为安，我恭喜你。怕的是你这边赚的钱你不够这边赔，等于这几天的沙盘把这几个月赚的人连本带利都全部，真的。对，哦，这个都已经讲在前面。广达，哎，礼拜一涨停板，一天242，今天跌停板，嗯，我们跟你讲，你要卖，今天
天有没有跟你讲你要卖？有。有没有跟你讲你要卖？啊、哦，今天跌停板下来了，另外就240几到今天210左右。210，对。30块价差，辉钢8月7号到今天8月10号，你是赚到这边的价差的钱，赚到这边还是这边？这礼拜就三天亏30块，一张亏3万，对不对？嗯。那你如果问我啊，当然我讲的嘛，连续急涨你要卖，但是连续急跌。因为目前人气还在这边，是这个明天或下礼拜再灌哦。如果万一啦，你不要说哦，如果信假师会做干，那我再去放空，我没有叫你做这种事哈。对，你要空，你为什么那一天不空？嗯，对不对？那你这边再下来，短线如果再下来，随时又要反弹了。如果明天或下礼拜一还有低，你不管你买在这边的，买在这边的人，你不要再追杀，随时会反弹。我有做，对，跟你讲嘛，越接近季线上下，你就不要短线，随时会反弹。伟创，你看这个人家在讲啊，那个宏基好急哦，才8月初33000张，人家急着出，哇，后边一定问题的呀，你信不信由你呢、后面一定有问题的。我就跟你讲这个观念呢，往往大股东是不是都卖高档买在低档？对，而且不要心存侥幸，赌这次是例外，赌伟创没讲，那是 AI。到时会不会历史重演？但是我讲了，虽然大股东可能是卖在相对高档，但是跌升可能也还有机会这样反弹、所以今天的伟创一根长黑下来是、你看比较接近季线哦、那可能说明后天不管有低有低，它可能随时又要造反弹，随时可能又要反弹到5日线，或是反弹到10日线到月线，这边短线明天或下礼拜一有低不要杀，可能都要反弹到10日线、10日线到月线这附近，至少你先看10日线，或许可以期待一下下。这个我都先跟你讲，技嘉前几天你看这个站上所有均线，大家看好，我不是跟你讲技嘉好棒棒，大家说技嘉好棒棒哦，你看到昨天为止还是很多人说技嘉好棒棒，你看站在所有均线之上，好强的一个 AI 股票，今天开盘没多久直接送你一根跌停板了，对，很快就锁到底了啦，对不对？啊，不是一样啊，同样的道理啊，连续急涨要干嘛？你要卖，连续急跌啊，明天明后天再跌是要接近季线的，是，你就不要杀低了、你不要跟市场上的让输家一样哦，急跌怕砍哦，卖股票或是不敢买，急涨又追，急涨利多来又追，追了之后套下来又怕又停损或不敢买，短线随时又要反弹了。好，这是我看法。但是我记得我也跟你讲的，通常资金过度集中在某一个类股族群呢，当冲盛行呢，啊，股票只有越冲筹码越乱了，不会越冲越安定了。是，你要永远相信我跟你讲话。股票越冲越乱，你看现在大家是都在冲 AI， 你看现在是所有的市场上的同业，我们所有的同业的专家们，99%的投顾老师是市场上大多的投资人。你现在如果说明天有机会，或者下礼拜有机会，你要抢什么股票的反弹？打通第一个想法就是 AI， 就好像4个月前大家第一个想法要抢什么股票的反弹？汉翔军工股的道理是一样嘛，是，对不对？哇，最后都没有好下场，那台办这个我也跟你讲一个观念嘛，之前不是大家都说电动车会满街跑吗？未来几十年的好光景，电动车如果取代燃油车，全世界多保几千万台的什么燃油车都被电动车取代，商机无限大，结果为油盐在耳吧。车电股是主流，这句话你听了这两年有没有听过？有。那今天股头股票破底，年线都破了，所以你永远要相信呢、老人与狗的故事不是不会发生。之前大家都在说电动车会满街跑，车电股是主流，你到今天还没这个东西还没完全实现呢。股价已经先跌这波，至少先套你一波。你说以后要实现，以后要涨，以后再说嘛。你总不希望你买在这边或买在这边被套牢，最后你再说嘛。那现在是这些啊，之前这些跟你说电动车是主流的人，现在是改说 AI 的未来10年大商机。我真的我不是在数落同业或是这些爆炸媒体杂志啦，你们都是几乎是同一批人，同一批人啊。之前大家都说车电股是主流啊，那现在是都说 AI 是主流。也许现阶段过去现阶段是主流，但是我会跟你讲啊，现在告诉你 AI 是主流的这些分析师，你把它记下来，笔记本记下来哦。好，那个现在不要说笔记本，那个手机拍下来，我把那个存在你电脑里面。我跟你讲，不出2年，不要说10年，给他10年时间，不出2年，他一定会讲别的类股族群是主流。你信不信？不出2年，现在跟你讲 AI 股是主流的
所有的分析师不用两年一定给你改口换别的类股族群主流，只要别的类股族群涨上来，他一定不会跟你再谈 AI 换讲别的族群的，信不信由你啊。有些话我就点到这边为止。那刚才嘉庭说了，好，那整个臻鼎 KY 今天下来我这边加码，好，尾盘有稍微拉上来。那今天买的原因理由，这个产业的基本面我这边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好，看的这个第一季财报这边圈起来，第一季财报公布利空，当天也是长黑重挫跳水长黑，是，但是有没有发觉那根长黑之后只在低档等你两天，有没有涨这一波上去？那这一次的长黑下来会不会随时又震荡完之后又上去？你要知道第二季就是最差，第三季开始第四季要上来，如果第二季就是最差，会不会这一根长黑上下就是相对低档？还有国巨，还记得我在七月底八月初带你买国巨吗？那七月底八月初为什么叫你买国巨？我有没有跟你讲第二季财报利空出来你买国巨你会赚钱？事实证明这个月买国巨有没有赚钱？那同样的臻鼎 KY 这档股票，好，为什么我今天买？你看前几天如果你有来索取我送给你八月关键报告，我有没有跟你讲等第二季财报利空出来你再买？我有没有跟你讲这句话？你去看我送给你八月关键报告，我有没有跟你讲这句话？等第二季财报利空出来你再下去买，你再去做加码动作。好，手上有的你不要急，你等第二季财报利空出来你加码，空手的不要急着买，你等第二季财报利空出来你去加码。好，这是那详细的情形，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没办法多谈，我们留着明天再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好不好？那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或者你认同信杰老师的操作理念，这边想要稳稳的在股票上赚波段大钱的，欢迎你可以跟着信杰老师脚步一起来操作，好不好？谢谢大家。好的，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明天下午的同一个时间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会了。